上当了，400块拿下，这都敢追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又上当了，这也敢追，我也是没想到的啊。全军出击，我依旧是没想到的。我们上来勾引了两个人，都是勾引成功了。打把瑞文啊、哦！扣一下，啪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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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一下。我两瓶药，你怎么办？嗯？枪口喷吐的怒火，点 Q， 啪啪一，啪啪啪，我点烟我都不掏。想升二杀我，小伙子，只有你能升二，我不能升吗？打不着法力流血袋回家了。皮骸攻速加个小药啊。由我杀死的就将永远死去。我车呢？我没补着吗？我怎么接着补着了呢？那没不着我也没办法了，扣一下。这远程英雄就不卡线了。呀，瑞文搁左边呢啊！来，我们先来插个眼儿。看看这边的螳螂到底要干嘛？枪不离手，就有一啪啪 ，W 点烟啪啪 ，Q 啪啪，啪啪，又是200、300块。我这叫出了装备的卢仙兄弟 ，W 法力流血袋啪啪。扣一，啪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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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着，好扎，打不了，啪啪，他居然还想杀你兄弟，我没想到啊，这瑞文。这螳螂会不会又上头了呀？啪！一啪啪！啊！回家了。
来吧，海妖卢仙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以这螳螂的性格，他百分之百想要杀我上来。接 W 的二连 Q 一下，啪啪，算了。谁家的龙啊？我们家的龙还可以啊。你想看我玩破败之王，下把那来呀、啊、点点点一啪啪都扣一下，啪一啪啪闪闪现，哎呦我操，这虚区是真高啊，打不溜，不行，这瑞文俺们秀不过他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啊，想一想，这波怎么办？他应该有闪现，我感觉。扣一下，啪啪，一啪啪点燃。没想到吧，嗯，小伙子，那卢仙还是脆呀，虽然他虚区高，但是依旧他还是很脆的。我再吃一层塔皮，我们就回家。溜了，眼睛怎么花了呢？无论是否可以进化，只要用对了子弹。Shut down。来个男 buff 吧，啪啪出，啪啪一啪啪，这螳螂行啊，回回要找我打，回回死，小伙子，你是真不怕死。一会儿这螳螂我估计可能要找我复仇嘞，扣一下，打吧溜，别着急啊，可能螳螂在旁边呢，一上来啪啪扣一下，扎漂亮，好扎，
别用技能啊，这波。走，找到螳螂。小驴人来了，扣一下，啪啪一，啪啪打把溜。点扣，小驴人，小驴人有大吗？这螳螂看它飞不飞吧。你狂妄一波，你是真不怕死，真敢跳啊！这我们勾引一波这瑞文啊。看这瑞文上不上当，先给他一个 W。 抽一下，再抽一下，狂妄。回家。差不多是什么？自己需要进化一下。来个纳沃利训印，出一个攻速海。我要去的地方没有阳光。现在纳沃利训印是不合适啊，不合适。我们先来个西兰刀吧。然后再来个纳沃利训印。现在真的感觉到很下路还在对线呢，我去掺一脚。我去掺一脚，跟我上来。一啪啪闪现，啪打不了，啪啪勾，啪啪啪一，啪啪啪。这刘哥明显不知道我的虚区有多高，我起了一枪秒了。真敢给他挡啊！我刚其实应该上去打着维恩的。刘哥，走，我们再去拆中。这下路让我们给拆没了，看看蓝 buff 还有没有啊？有人说是魔法，
红有没有啊？有红吗？没有红，没有红算了吧，我们猜中。因为我们玩的是卢仙，不要给对面有机会，长得烟给发了的。来了小鱼来了，一啪啪呼啪啪 W 给我套个盾。W 操刘哥有闪现点燃，刘哥收集者跟无尽一块儿除吧。这瑞文要一打五啊，我的天。快投降啊，他们投不了降。不过还行，我们这属于给刘哥700-1000块钱。来小绿人一啪啪空啪啪，好快的闪。哎呦我刘哥，哎我天哪，绿文八爪扣，差个威音，没有分女儿，旁边有分女儿我们死不了。来吧无尽，被谁给杀了？被虚空掠夺者。这英雄就是太脆了，这又一点就好了。不虚区，这是狗啊！这虚区，再给卢仙多500滴血就好了。Killing spree。这波我们来一波1v5啊，兄弟们！先杀他一个螳螂，这螳螂100%得打红，我们去找他，那就红 buff 找他去，直接三枪把他秒了。嗯，来一啪啪 Q， 打把妞，一啪啪 Q， 哎呦我这虚区！这螳螂差点没把我给杀了，是因为我送他那1000块钱，一导致这螳螂开始狂妄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的。嗯，小驴人，打不了。一啪啪 ，Q 啪啪 ，W 啪。Mm-hmm.